借给你，瞧那边。于露西，过来。林总好。什么意思？给大家发麦子啊。麦子是一种美好的象征，我是希望六爻能够大卖。我还真是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六爻大卖。把东西给我收了。收了啊。林总，还有一个。嗯，大麦，谁啊？进。林总，我给你泡了一杯大麦茶，降火。于露西，你是不是在威胁我呀？我哪敢威胁你啊！我不喝这种茶，我只喝咖啡。我想到了，所以我亲手给你拉了一杯咖啡。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让我听到卖这个词？好的，林总，既然你不喝这杯大茶，我就拿走了。